欢迎大家来到 Motion World， 丰田经典的高性能双门跑车系列，包括有 S800、2000GT 和 AE86 的。当年呢，横扫各大赛车场、拉力赛和场地赛，经过多年的开发和设计之后，丰田再次推出这一类型的高性能双门跑车，它就是今次我们要测试的 Toyota 86。咁呢个 Toyota 86咧就有两个版本啦。咁首先我哋身后咧就呢个 Sport 嘅版本，另外仲有呢个 Sport Plus 嘅版本。Sport Plus 咧就包括有呢个嘅扰流套装啦、皮夹前子同埋有发热功能嘅。呢架86咧就配备咗 2000cc 嘅四气缸水平对向引擎啦，输出咧就有200匹嘅，咁另外咧响扭力方面咧就有205嘅牛顿米嘅扭力啦。咁好似今日咁，我哋就配备咗呢个嘅手动六速波箱啦。咁啊试呢啲后驱车，梗系要用翻啲棍仔嚟到试啦。个内笼咧就个设计都非常之好，咁啊个品质咧亦都系非常之有保证啊，咁所有啲掣啊都非常之有嗰个质感。揸起上嚟咧，呢架车咧就俾咗个好低重心嘅感觉，点解呢？就是因为首先个车架设计已经系低嘅啦，再配备埋呢个嘅水平对向引擎，咁令到重心咧就更加低。咁另外啦，就系呢个重量分布，重量分布嗰度咧就系呢个前13后47，咁令到你揸起上嚟咧个感觉咧个平衡性咧非常之强。咁试得呢架86啊，当然要试下佢嘅山路嘅 performance 啦。呢个水平对向引擎咧就输出200匹，响呢个时代嚟讲咧，算系有少少 under power。咁但系以前架86都系 under power 啦。咁但系咧，最紧要就系佢俾你揾到嗰入弯出弯嗰个好有驾驶乐趣嗰个感觉。响呢度呢个避震 setting， 再加埋六速波箱同埋呢个引擎200匹，你系由嗰个线性到嗰个入弯。brake 刹车入 apex 再出弯嗰下嘅感觉，完完全全俾翻晒嗰个86嗰个好开心嘅驾驶乐趣俾你，真系冇得顶，一流，非常之一流。